好，凯蒂姐，凯蒂姐，是的，身为美艳的啦啦队，头发的质感很重要，有没有？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很辛苦。我们工作时数非常长，有时候可能从中午12点到球赛会打到可能晚上11、12点。嗯，啊，我们会打很晚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双重打12小时。对，因为会有双重赛啊，就是白天打一场。双重赛是什么？双重赛就是白天打一场，晚上再打一场。啊，两场接着打。对，所以我们很累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。那你这样是收一场的钱还是两场的钱？两场的钱，毕竟打两场不同。他数学蛮好的，对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样子一整天下来，其实味道会很重，因为我们会流汗。你有狐臭？不是，是汗，通常都是汗的味道，就味道会很重。所以以前呢，我们一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会猛喷香水，但是其实被球迷喷到，他们觉得那个香水感就是太刺鼻了，就在我们比如汗水加上你的香水，对 ，OK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会喷发香。就是发香喷雾，让他们觉得天哪，哇，肯定到晚上还有发香，哇，好香！而且我们喷完之后呢，因为我们都会经过那个球员或者球迷面前，刚刚说拜拜，说哎拜拜，然后我们就会甩到你头发，凯蒂漂亮，仙女吧，是仙女，对，他们真的会在下面留言说，我今天经过凯蒂旁边，天哪，她好香。就是你，而且那个香要很自然，就是不能是香水味道，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小法宝，对，然后就是让自己香香的，就是你也不用喷香水，然后也不用很勤的洗头，因为我们通常回到饭店都很累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不洗头，真的很累，我们有时候流，对呀，在流汗，我们有的队员都没有卸妆就睡，你就累到直接真的很累，然后我们就会直接带这种干洗法，就直接就是可能就是不洗头，然后隔天就是绑一样的发型，然后就喷一喷，然后让我们的刘海或者头不那么油，然后可是球迷也看不出来，也闻不出来，所以球迷不是去看球，是看你们，当然是看我们，我们很重要。对，现在每一队的啦啦队都是他们是啦啦队区的那一群观众，等于就是他们买票都是为了他们。那个叫做法香区，那法香区很贵的，摇滚区你要花一年的钱，而且他们那些人都带大炮，真的。嗯，而且他那一区的门票就是非常贵，就是你要花一年的钱，就是先预定位置。对对对，是哦。对，那是就为了吻你们。哇，你今天讲完这个，他们会不会很失望啊？然后他们很开心。对呀，他们原来他们都在闻手嘎。这个女人脏起来就没男人的事。他们闻到我们的体香，又闻到我们的发香，然后又听到我们在聊天，哇！而且是原味哦。在聊什么？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真的很三天没洗澡，应该有点是有点不卫生，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很就是。仔细的清洁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最懒也是最方便的方法。讲到好的，他还有得救吗，老师？有吧，有吧。有啦，凯蒂其实不要讲话，她本身还是一个漂亮的女生。可爱，就坐在那个地方，对，就是蛮漂亮的，对。今年非常流行这种大地色调的衣服，而且就是弯痛到底，就是全身都穿的沙沙的、土土的。如果你基本的唇色不到很漂亮的人，看起来会有病容或倦容，对，累的，就是即使你要营造一种大地色调的妆容的感觉，你也不可以用自然的唇，尤其像凯蒂的上下唇的色差很大，所以呢，我们来，其实大家戴口罩戴很久了，你们可能都忘了你们最爱的口红，这个是 YSL 他们家非常著名的水影唇膏，今年出的新色，这一个系列的唇膏，它最有名的就是擦上去嘴唇就是水的，它有那种唇釉的显色度，却有唇蜜的水感，这是他们家很有名的。然后后面这四支呢，是 MAC 他们家就是 Lisa 代言 ，Blackpink 的 Lisa 代言的这个，如果你喜欢你的嘴唇是自然的，好像没有擦口红，它有一点点 tint 护唇膏，就你擦上去，即使高中生，你的教官都不会发现你有擦嘴唇，自然色，就是很自然，每一个人嘴唇会有那种很天然的，你看你摸，我没有擦口红，就是一样，对对对，这个系列那春季。春季呢，他们放上了这个樱花的新包装，快好。那前面两只，这两只很特别的包装，这个是香缇卡，他们每一年为了环保以及这个保护动物，这一次呢是蝴蝶，他们家的口红的也是超水的，也是超水的，那个质地都超水润的。他呢，我要帮他用小妖精哦。这个是开价非常有名的一支口红，那为什么它被叫小妖精？是因为它都是金色的包装，它的口红啊，满满的精华，
滑顺的感觉，你却是开架式，对，却是开架，然后显色度、润泽度都非常的棒。这个颜色我现在擦的这个颜色也是网友票选最爱的颜色。我其实只沾一次，然后放上去，你看它的嘴唇，立刻就非常均匀，好多。然后你看我的唇膏的表面都是水的，嗯，显色还有润唇度都很好，都很好。你擦在嘴唇上面，你会觉得你好像不用擦护唇膏哎。哎呦，哎，是哦。他在所有的开架的地方都买得到，你只要跟他讲我要买小妖精口红，漂亮。你看，嗯，你看这个颜色其实也是带了一点点很自然的砖色调，突然觉得他气色变好了，是，对，是，就是觉得他的肤色变亮了，对，有，对，你其实用对一支口红。在身上的味道协调，用自然的味道。你怎么今天都想问？自然的 pose， 小妖精啊，小妖精。对，就可以让加分。啦啦队就是要带给球迷欢乐，怎么可以没有精神呢？擦上显色又润泽的唇膏，立刻变得元气满点，继续带领球迷冲冲冲啦！